安徽金线宣笔厂生产的三兔牌宣笔，以山兔毛、山羊毛、黄狼尾、石番毛等为主要原料，原料严格，制作精良，毛稠相济，规格繁多，适合中高档套式生产。三兔牌宣笔已获准，并多次获得轻工业部、外经贸委等部门传销往全国各大城市。 自1994年开始出口日本、南韩、东南亚、西欧等国家，深受中外用户好评。现在宣笔的品种已扩大到200多种，年产量达50万多支。 根据选用原料的不同，大致可分紫毫、狼毫、宽毫、羊毫等几大类。过去还用貂毫、鼠须、鸡毛、人须、胎发等原料制笔。一支高级宣笔选毫尤为精研，制作程序也十分繁杂。 非一人一手或一朝一夕可就。从选毫到成笔，还需经过水盆、装套、修验、装球等5个车间十几道工序。一支上品宣笔，至少并用放大镜，足见毛笔和笔工艺人之辛苦。 近几年来，宣笔厂派国内许多著名的书画家指导，提出要求创造一些好笔，有以画鸡出名的画家陈大宇设计的安无一致笔，采用了清代书法家方士成创制的安无一致的笔法，用鬃为心，羊毛为背，具有刚柔相济的特点。 国画家亚明设计的北纬合毛斗笔，用组合毫制成，具有锐而。